挂了那么多纸袋，觉得房间变好暗，而且有点诡异，有点怕的，所以把灯全部打开来，然后摆个楼梯，看起来更加诡异。等一下要。3 hours later. 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铁丝。铁丝今天要测试的疯狂实验室，就是测喇叭的体感，还有空气量。所以把房间贴满满的这种最新的纸条。好，那今天铁丝实验的器材是，先看一下，这个是蜘蛛的阿法。下来播放片后，环绕跟天空的后景是用最近测试的这个 Lindorf 8400，前级是用这个 Chernoff， 然后蜂蜜雷射电是 T1， 后级是前三的后级是 Macintosh， 前三后级喇叭就是上帝之声。前三都用上帝之声，然后超低音是用 JTR 4000，还有这个是 PSA 21寸的 PSA 一颗，然后这边用一颗21寸密闭式，还有一颗 JTR 24001在后面，在床旁边，因为太乱了我们就不拍了。然后刚刚铁丝用 Chernoff 跑完所有的校正，然后我们要铁丝用颜色来分，红色啊，上帝之声喇叭，就它在出声音的时候会有所谓的空气量吗？或冲击量吗？用红色的来侦测来测试。然后第二个是紫色的，紫色的话是要测试中置，哦，中置距离可以打到多远？打到沙发区，所以紫色的话有长有短，因为你在推空气量，有些怕太长推不动，侦测不到，所以就有长有短的，我送比较短的。然后我要测试 STC， 它可以打到多远距离？那到沙发大概三米左右，从这边打过来大概3米左右。然后我想看最远可以到多远，所以紫色的话，我到了沙发后面这边。如果后面那几根紫色有动的话，就表示 STC 打到后面去了，可能打到4米或5米远的。我就测试所谓的上帝之声的 THX 认证，就打到5米远那么远。好，接着是绿色区域，绿色区域就是所谓的摇滚区。这边的话，我贴的比较密集，我就绿色这一块都比较密集。模拟的是说，我们人坐在沙发上的时候，皇帝位或沙发上，你体验的体感或冲击感，看可以侦测出来吗？接着是黄色区域，黄色区域的话就是 JTR， 以 JTR 为主。那人家说超低音是放射状的，就是所谓没有方向性的，所以我在 JTR 的周围。哦，这是侧边也有，而且还有测它的距离哦。我们看一下 ，JTR 到这边的，我测到这边，看它可以打过来吗？而且不是单体哦，单体是朝沙发侧边的话，看这边等一下会震动吗？如果会震动的话，表示就是它是放射状的，超低音的发射就是没有所谓方向性的。我们由上往下看一下，就是 JTR 周围都有挂满黄色纸条。所以这样介绍之后，大家就一目了然啦。黄色就是 JTR 区，绿色就是摇滚区，哦，这是沙发的体感。紫色哦，这是中置，要测中置喇叭可以打到多远，可以打到这边来吗？红色就是 S， 前三的 S7T， 哦 S7T， 就试试看它的冲击感，可以让这些红色纸片晃多大。那紫色就是测 S7C， 它的纸片可以晃多大或传多远。那为什么要测
S7C 跟 S7T 呢？因为 S7T 的话，铁丝是用这一台 Macintosh 这一台单一的话500瓦去推它，然后这个的话 S7C 的话，铁丝也是用 Macintosh 这个，但是这是双声道，所以这个是1000瓦，用1000瓦去推它。所以铁丝想知道说1000瓦可以推到多远的距离，然后就紫色最远紫色那一条，看可以推得到吗？接着我们就来测试咯。小爱同学，在开电扇。